吊那马，柏林家姐，小波，山仔顶门牌14号，黄炳盛、黄柏森、黄树芬、黄显华。呢几兄弟果间升咗黄氏兄弟有限公司，倒塌咁能早就使人送咗成答应话气赠捐嚟俾老娘，话俾老娘请捻晒成班老巨姊妹契家佬去小波大马路德国神农边果间中国有声大戏院说睇影画戏。今日喺中华民国24年6月29号礼拜六。晚头黑7:03，咪系放老马，肥兰出银幕处女作野花香。呢出系灰鞋歌唱片，片长12大本，影超过130几分钟过播。为林西妹，吊佢老母臭花气，肥兰个老爷系大戏男花旦，成班家姐都系花旦，正式冚家都系烧鸡冚鬼一窝神系戏子。细细个都已经系省城、汕头、暹罗、海口、水东、法兰西、广州湾树走浮登台。18岁俾剑声大埠大舞台签佢2年约，死落剑声骨未剑，纽约、加州、波士顿、舍路、云浮、隆重揭奥运，演出盲梅雪恨，向广府大戏舞台树弹西洋钢琴，打博醒。翻唐山后，在省城安华天台担政。中华民国22年被老马敏乐香港入佢太平剧团做台柱。呢条肥虾做杨贵妃过市，台卖成江水上舞台，打真君口丝等都敢冲凉，搞到碎花4000。唔能怪得省城最初禁演呢出野花香影画戏。要全球公司剪够晒啲香艳肉感镜头对白，改个戏名做妻子真情，自备喺省城放。不过你国民党越咁，就越多人捧场睇，搞捻到省港澳15张新闻纸都一致推崇呢出野花香。柏林家姐，野花香系苏怡导演，搵喺剑声荷里活派拉蒙。美高梅猫过嘅李文光叉机拍，又用连路长都科过成盘大样嚟做奖金嘅上海国产三幼式录音机嚟收音。马思曾、谭兰卿、冯盛昌、高怀廉、黄秀年、叶仁甫、叶霍天、谭玉兰、邝山少、林妹妹、曹菲菲、何浩文、周志成。成班大明星坐镇，为林西妹《野花香》嘅故事讲马思曾饰演一斗大学教授姚其森，学问渊博，资格老成，按日以星人自居，为人严肃，又中意摆款。佢乡下有个外甥要入省读大学，于是寄居喺佢屋企。外甥无心向学，中意落舞场沟女博嘢。识到肥兰饰演嘅胶仔花桃最浓，拉佢订婚。姚其森发觉外甥形迹可疑，跟踪佢去到桃最浓个香桂，发现佢哋喺树依依泣泣，扮捻火入去吊捻7只老举，桃最浓咋咋低声女俱下，话自己唔捻有学识，只要利用家机嘅天赋本钱嚟搵食啫。姚其森虽心软。每日嚟教佢读书识字，最后梗系俾陶醉浓嘅美色迷惑，科善养费俾佢养老豆老母，又睇埋胡须，着老西扮靓仔嚟冧女。陶醉浓拉佢条契家佬设计嚟呃钱，姚其森抛妻弃子，挪用公款，最后搞到 mouth 监，2年后放监，不过间屋已经被充公还债。又搵唔捻返老婆仔女，搞到折堕都要街头乞食。柏林家姐呢出野花香喺中华民国24年4月尾响香港太平戏院重影过市。当影到谭兰卿游花园，拉马思曾相遇过幕。当影到谭兰卿游花园，拉马思曾相遇过幕。忽然全院散发异常芬芳。
白花香味，阵阵透入观众心脾。喺石叻电影或戏院就唔兴玩咁撚多花神架啦。